啊，我又出来了，啊！其实到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梗都用完了啦，哈。那梗用完就代表什么呢？现在就是最后一只压轴了，哈。哎，其实啊。 啊，这样我才能讲话。啊，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这样常看港片的人才知道啊，赌神赌侠系列的啊。好，什么戏没关系，不用救我，没关系，我有，我怎么样都可以圆回来，好不好？哎，其实啊，当演员这件事情当了20年哈，今天觉得。 这一场最难演，啊、哦，其实我不是一个舞者，我只是演一个很像会跳舞的舞者了，懂意思吗？所以就这样装疯卖傻演了20年，大概就是这样，好不好？然后呢，今天呢，这里要感谢一下，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成果展，然后我们的行跟义，刚才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我们的形呢，就是你的身体的所有的各种形态；意就是你的意念跟意志跟思想，这两个东西相结合，它就是一个舞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舞蹈。它可以是一个舞蹈的作品，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完整的舞蹈 style。希望大家，不能讲共勉之，共勉之好像很老派这样，但是。 希望大家共勉之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又圆回来啊，哥姐？哎，就知道了吧，哈哈，就是我跟你讲，幽默就是这样，你就重复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这样，先把人家带进去，然后他好像被骗到，大家都这样，哦哦，好像是真的，哦哦，是是是，然后最后再开一枪，有没有？bang bang bang， 哎，这跳十位可应该不错。bang bang bang，啊，OK的，好不好？啊，金斧头跟银斧头，啊啊，这样子。好了，既然要讲金斧头跟银斧头这样，啊，不要讲金斧头，我没有，我昨天好像看到一个新的，他说，好了，最后还是用笑话来 ending， 然后再介绍那个利欲野性的。Dance 后哈，还没，我笑话都还没讲啊，哎，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是虚我的意思啦，是吧？啊，好不好？哎，有一天呢，哈，那刚，啊，好了，不要了啊，不要，有一天，好，刚开学啊，有个老师，啊，他姓田，然后啊，算了啊，我 OK 啊，好，想不想听？要听完吗？要听完，好。 这故事很长， 好了，那我们欢迎 Dance Hall Send me a bad girl. Let me stretch in a while, let me stop. Now send me a beat, throw me back. Back and touch, and I'm trying to feel that. She said, lift me up and down, let me drop. She no maga, she no too fat. You see that some of that, give me some of that. Could I even find the rooftop bar? In the kitchen when they pack them hot. My girl, they're cracking like flour. Excuse me, I'm gonna keep every hour. Send me up and drink up some power. Punch, then we go into the shower.
to your mother, girl. Send me a mother, girl. Shot we anything. If them ever shot, we pass me everything. More times me no want give anything. Cause me no want we kick off anything. But me have a mirror, me mask if anything. Fibby time I can be start if anything. Watch out, me and me them me no ask anything. But I see it, can be mask if anything.现在就来做个不好笑 ending， 又要叫我出来啦，好不好？其实中间很多次，我都很想出来救你。好好，没有没有没有，一起一起。事情是这样子的哈，原本就是他要负责搭我腔，我们就像说相声一样，就搞到今天就是我变成单口相声这样子。对，我有发现第一段不玩的时候，你一个人也玩得很起劲啊。哦，没关系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想看你怎么救回来，就是搞砸再救回来，再搞砸再救回来。哎，没关系，因为怎么样我都还是可以圆回来的啊。这样很不错啊，大家开始会期待你明年的造型吧。明年可以再期待一次哦，好不好？意想不到了，这套留好了，明年再穿一次，可以意想不到。哦，不行啊，那重复法这样子感觉，也可以，客家人嘛，是不是？省着点用的。节俭，对对对，就是在利用这样子。好，对，因为我不想跟他一样耍手，所以我们只是啊，我们来做个感谢大家的 ending 啦，正经的。好，对，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2015年 AN 小惩罚，希望大家待会不要忘记你带来的东西，
回家路上安全。然后明天教室一样正常上课，大家还有一年继续加油，希望有明年的机会，大家一起在这边再度见面。然后最后再让，最后没有啊，你要让我讲完嘛啊，最后再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学员与各位老师，还有辛苦的工作人员，还有谢谢做了这么久还有排队的大家。对，谢谢你们。那最后呢？最后呢？再以热烈的掌声，再欢迎这个神仙了、哦、啊！好，没有，OK， 这样好，这个很好，这个 ending 很好，我意料之中的。对，好，我知道，这个 ending 就感谢完大家，又要请大家回家小心之后，让我回想到去年的 ending， 好像是你正在热恋中嘛，对不对？好，那没关系啊。好，他想要自己结尾。好，谢谢啊、哦，大家明年见了啊，拜拜，今年你们来的。拜拜，希望经过这一我现在是雷神、不是月老、什么声音啊？畜生的声音。好，希望小红老师经过今天下午这个搞砸他自己之后，明年他的女朋友也还在，然后大家就可以结束回家。谢谢大家。2015 N 成果展结束了，期待2016。谢谢大家。